多谢二位英雄相助，不知为了解救荆州百姓，我等正在寻找袁术的所在。在下也是为此前来，可大事未成，却沦为俘虏。这可是你的随身之物，这回是你运气好，之后的事便交给我等吧。恭敬不如从命。不知二位可否听在下一个请求？ 你这是何意？若二位英雄实力可敌袁术，定能轻易破解在下之剑法。但如若只是成匹夫之勇，在下便斗胆请二位止步于此了。 下已了解二位英雄的实力，请便。上次见到阁下，还是在岩津吧，别来无恙了。夫君，是此人之物。这是地图。 详实记录着这一带的地形以及遭妖魔侵袭的区域。啊，侍女，在下刘备自玄德，敢问高姓大名？啊，
请叫我丹福便可。先生孤身一人深入虎穴探查敌情，必定不会甘愿就此袖手旁观，备想请先生一道同行，先生意下如何？兄弟之责，当由兄弟一同承担。尔等就在情义的束缚下，灰飞烟灭吧！纵使跌入失意的谷底，辈仍坚信着兄弟与同伴之情义。天下之大，知己难求。袁叔大逆不道，更自甘堕为妖魔，企图建立妖魔之国，此等暴行必须加以阻止。在下愿为将军引路。